我尿毒症后的改变，生病前。好嘞。生病后。别躺着了，取个快递进去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爱动了呢。生病前。喝啥呢？喝不喝？嗯，不小孩喝的吗？甜了吧嗦的。切。生病后。喝啥呢？这个。给我喝我呗。啊，这不是。小孩喝的吗？小孩水就行。生病前，怎的？你吃完用完东西，这垃圾桶就在这儿，你都不会扔啊？放呗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我收拾着就完了啊。生病后，你就在制造垃圾，这垃圾桶你不扔，你就马上就扔这儿呗。是不是闲的没事了，我就扔这还能咋的？谁收拾啊？我一会儿我收拾，怎么就现在我扔个东西你都管？你是闲的不？你就得病之后你纯变态了。我变态，我得病。